左轮爱飞灯，三三三号爱飞灯，三四连起黄香起，四号五号林新月，六号林玉涵，好，中连起女生跳远，第一次跳，一号跳，四号请准备。十分，差一点点。二号跳，三号请准备。三号跳，四号请准备。十分。来四号跳，来成功，一八零。五号跳，六号请准备。十八，超过一点点。六号跳，成功。好，这个有这个第一名的架势哦。二二零，第二次跳。一号跳，二号请准备，成功。一八，二号跳，三号请准备。
三四跳，一二跳，很高。七八六，三。啊，你都还无清醒的哦。第三个，二跳。第一名啊！你玩啥？你传播。第一名，中年级女生第一名，林雨涵，成绩跟男生一样，2米20。我们恭喜以上呢，获得前三名的同学，明天我们在闭幕典礼的时候统一颁发奖牌。那以上呢，我们。中高年级男女生跳远决赛到这边告一段落。那我们紧接着在升旗台外面呢，有一个茶席，我们欢迎有兴趣的老师、家长及小朋友呢，都可以去体验小小泡茶的茶席体验哦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张哲瑞老公，感谢为我们这个精彩的录影。好，感谢你。